那么今天呢，我就是开始我今天的这一个啊、呃、演讲啊。那么主题是如何成为啊、呃、IT 啊、呃、Support。那么我我叫 Jim, James James 陈啊，目前呢是在啊这一个啊澳洲一个能源公司 a g r 啊，作为做一个网络工程师。呃，那么我本人呢啊，实际上已经有超过十年的在 IT 行业的一个从业啊从业经验。 啊、呃，那么之前呢，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有啊、呃，有过在国内的大学当过大概啊十、呃、年左右的一个老师，啊、呃，那么也是主要从事网络还有云计算啊、呃、方面的这一个课程的一个教授的一个一个工作。呃，那么我本人呢，啊、呃，目前呢是持有啊、呃，大家可以看到有思科的 CC 呃 CCIE 两个 CCIE 的认证，一个是 Routing and Switch，就是路由交换。 啊，service、呃、provider 运营呃运营商方向，然后呢，今年啊、呃，今年是我看是在呃前两个月，我刚通过了思科的一个 CCDE 啊、呃、的一个认证，然后呢啊、呃、也持有华为的两个认证，呃 ACIE 也是华为最顶级认证，呃虽然虽然在澳洲啊、呃，我们现在基本上看到华为的网络设备，以及另外呢，我可能还有一些呃 j u l i p e、啊、r 呀 Fortinet 还有这一个啊、呃、红帽的这么一些啊、呃、一些证书。 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一个演讲的一个主要啊课程呢，可能就主要是对于针对我们的中国的一些啊学生，然后一以及一些毕业生，或者是一些想转行到 IT 行业的一些我们的这些啊小伙伴，然后来怎么样啊去介绍一下 IT support 的这么一个一个岗位，然后呢，分享一些这我们的一个如何去啊。 创啊，去构建我们的整一个职业的一个生涯。然后呢，首先呢，我们来啊、呃、看一下，就是说整个的一个啊、呃，可能大家来到这个这个啊、呃，我们今天这么一个环节，可能最主要关心的是什么啊？首先可能关心的还是这么一个就业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整个的一个环境确实啊，不是不是太好啊。那么整。 嗯，从我从网上找了一些数据啊，来来来侧面来反映一下这么一些情况。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每年在澳洲呢，有将近怎么，我们有四万个中国的一个学生啊，来在澳洲毕业。然后呢，差不多有多多少呢？大约到四千五到八千的中国学生是怎么样？是从 IT 相关的这一个专业毕业的，有可能是。 啊、呃，有可能计算机，有可能 cybersecurity，或者是啊、呃，其他的一个啊，呃，计算机整个的计算机这么一个专业群的啊，这一相关的专业去毕业的。然后呢，整个的一个 IT 的毕业生的数量其实是怎么样呢？啊，它的一个就业率是高于其他的整个的一个啊一个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就我我这边准备了一张啊图表。 啊，下面呢这一个呢是什么啊？大部分的一个毕业生的一个一个就业率啊，大部分的学生的就业率大概是可能啊，我们可以看到回到二零一五年的时候，大约是在百分之七十五，然后最高的时候在二零一八年可能达到百分之七十八，然、啊、后但是呢，可能最近的因为经济啊，还有科位的一些关系，然后他们这整个的一个什么数量也是逐年走低，但是相对应的是说啊，我看我们 IT 的一个毕业生呢，虽然说嗯，这个走势是。 啊、呃，是这个整个趋势是一致的啊，但是没看到整个 IT 的其实学生的一个就业率呢，啊，比我们整个的一个什么啊，一个毕业生他的一个就业率是要怎么样？是要啊，还是要高一些的啊？高到高到差不多五个五到六个百分点啊左右。嗯、呃，然后呢，就是说呃，在 IT support 的这一个啊、呃，在整个的 IT 的这么整个一个。 呃，毕业生当中 IT support 它的整个的一个需求是占整个的一个什么一个 IT 的一个就呃 IT 的就业需求当中的啊、呃、主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一个部分。那么这里呢，就是从我们的啊、呃、整个的市场来看啊、呃，我们来看就是说，如果大家比如说是在学习 IT 的，或者是从啊、呃，或者是有想从其他的一个行业转入到 IT 行业当中的，那么首先呃大家可能。 这里有两个信息，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 i 第一个 IT 行业肯定还是比其他的行业要更好就业一些。第二个可能跟最关中关键的信息就是说啊，大部分的 IT 岗位呢，是什么？就是面向于这个 entry level 的岗位是什么？是 IT support。然后呢？ 呃，这里就是我们讲到了为什么啊？为什么 IT support 是非常啊非常重要的啊？在整个澳洲市场，那么澳洲市场呢，真啊和一个国内的一个呃 IT 的就业环境非常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I 澳洲的整个 IT 环境，大部分的它的这一个工作，IT 的工作都是什么？都是外包的 out outsourcing 的。 啊，都是外包的。那很多时候呢，很多很多企业，比如说在澳洲，它很多都是什么这种中小企业。在澳洲呢，可能有一个十多二十多个人的一个企业，可能都属于中型的一个企业了。那么很多的企业的规模都是非常小的。那这些企业呢，尤其有在当当今呢，这个 IT 是一个什么非常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呃环境呃重重要这么一个。 呃，一个因素的在工作的因素当中，那么很多企业它是怎么样？由于另外一方面，IT 的整个的一个工资啊，人人工的成本又非常高，很多企业它是没法怎么样，没法去全职的去负担一个 IT 人员啊存存在的，不像在国内，比如说有一呃一个一个企业当中啊，可能。 啊，比如说几十个人啊，或啊几十个人啊，上百个人这种，或者是甚至是十多个人这种公司，他可能还可能会去招一个专门的一个 IT 人员，然后帮他们去做一些日常的一些 IT 维护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个工作。但是在澳洲呢，那很多这种企业呢，它是怎么样？它是负担不起的，所以说怎么样呢？他们很多时候都会把自己的一些 IT 的需求啊进行外包。 啊，进行外包，那么这样子呢，就催生了啊，在澳洲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啊行啊一个一个啊一个行业叫做 m s p m a n a g e r Service Provider），那么他们就专门提供哈、啊、这一个 IT 的一个啊一个需求，所以说那么那么这些外包的人员，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叫做是一个什么啊，就是一个 IT Supporter。那么 IT Supporter 他的这一个为什么在澳洲的啊澳洲的这这个一个啊整个一个呃？啊 市场当中这么重要呢？首先，这没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保证了一个 business continuity。啊、呃，那么比如说我们呃，比如说在前几周的时候，大家都啊、呃、都知道有一个出现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安全事故啊。那么一个安全公司的因为它自己更新的一个 bug，那么导致了全球这个很多的一个 Windows 的一个呃一个一个电脑，然后进行了一个蓝屏。 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公司，他们自己没有怎么样，没有自己的这一个 IT 人员，那他是没法怎么样自己去去恢复的，因为恢复我看一下，恢复整个恢复的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你必须要怎么样？ 啊，必须要登录到你的这个 Windows 的安全模式，然后如果你有你有你的 Windows 的 Hard Drive，r 如果有这一个锁的话啊 b 吧，必锁的话，那必须要输入你的这一个啊密码，然后呢，进入到 Windows 的恢复模式啊，它的安全模式，然后删除最啊，删除特定的这一个补丁，然后呢重启，那么需要相对应的一些呃一些 IT 的知识，然后才能去操作。那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如果你本身的公司你没有 IT 的人员，如果你也没有。 啊，没有聘请相对应的这个什么 IT 的服务，那可能就怎么样束手无策了。那整个公司你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电脑无法去使用，而导致怎么样停摆。那这样子呢，就是可能影响到了我们的一个 business 的 continuity 了。所以说啊，那么 IT support 的第一个工作呢，它可能就是要去保证它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连续性。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 efficiency。 那么保证它的一个什么啊公司的整个的一个运行的效率，因为 IT support 它可能可能负责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不光是我们的啊电脑可能相对应的，还有我们的一个网络环环境、WiFi、Fi, 打印机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啊很多息息相关的这些 IT 的这些周边的这些设备或者是系统。那么嗯，保证他们能够怎么样日正常的运转，那么能也能确保我们工作的一个效率。 最后呢，它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一个啊，我们啊现在是对信息安全是非常啊非常啊重视的。尤其是在澳洲政府啊，他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呃一系列的一些法律啊，比如说如果一些公司它造成了一个信息啊信息的一些泄露，尤其是一些个人敏感的信息的泄露，那么很可能它会导致非常高额的一个。 啊，罚款啊，非常高的罚款。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一些大公司，它都会成立了专门的这一个 cybersecurity 的一个团队，来防止的一些什么信息的一些泄露啊，等等啊，嗯、啊，这一些啊，这一些啊一些工作啊。所以说，所以说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安全。那么 IT support，你可以看到，它大部分的它的一个工作啊，它是什么呀？是非常这一个综合的啊，实际上是非常挑战。 我们的一个综合综合能力的，那么很多东西的技能，实际上是在我们什么学校的这个课程当中啊，是学习啊，学习不。 不到的啊，比如说我们从最基本的啊网络的这一个 support 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维护，然后可能我们还会涉及到一些 troubleshooting 啊，可能我们在学校当中啊，可能就会只只涉及到这个什么，可能教一些理论知识或者一些 lab，我们做做通了啊，我们就 OK 了，但是可能遇到一些故障啊，我们要怎么样去排除啊等等啊这些东西，我们可能都是不会去学到的。 然后呢，再往下可能就是还有我们刚刚说到一些安全的一些管理，然后还有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User Support。那么这个 Support，这个可能还有涉及到一些什么和我们客户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很多我们的可能你是如果你是个 MSP 的员工，那么你可能要去面对的是不同公司的一个客户啊，不同的公司可能而且乃至不同的这一个什么不同的一个行业。 那么他每一个客户，他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什么一些个性啊，可能有些客户他怎么样会比较着急，有些可能会觉得啊比较随意啊也比较 nice 一些的。那这样子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人与人的一些沟通的一些技巧啊啊等等这这方面的一些啊一些东西了。那么这些很多东西呢，可能都是在我们学校的课程当中是不会去涉及到的。然后。 再往下呢，就是我们可能大家关心的，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啊发展啊，作为 IT support，其实 IT support 呢，大部分的这个啊，其实我接触到的一些本地的一些呃 local 的这一些啊 IT 的方面的一些呃技术人员啊，不就是不是在作为一个 developer 这这个啊方位啊这一个方向的，大部分的本地的这些技术人员，其实他的都是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上。 都是从什么 IT support 开始做起的，所以说 IT support 就是，呃，可以说是就是这一个啊、呃、职业啊、呃、职业方向就是最入门的这么一个工作岗位啊，都是最最入门的工作岗位。那很多时候啊、呃，甚至比如说我在面试的时候，呃，去跟别人聊，然后聊到他的一个 background 的时候，他说到 OK，他现在可能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这一个 team 的 leader 或者是 manager 了。 啊，他说啊，他可能很多时候给我提到他就最,最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 IT support，从 IT support desktop desktop support 开始干起，然、啊、后做了很多年啊，然后呢、啊，现在做到什么啊？做到这个 manager 这个位置上啊，然后很多其实大部分到都是这一个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很多的这一些，比如说一些 local 的一些啊这些技术人员，他们甚至就是说在大学的大学期间，可能都会已经找了一个兼职啊，在开始。 开始做这份这部分的工作，然后慢慢去步入到其他的一个啊、呃、职业方向。嗯、呃，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什么呢？啊、呃，整整个的一个职业发展的方向呢，可能就说第一个就是说啊、呃，我们可能毕业了啊、呃，那么第一份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一个 IT support，然后你。 可能在这个的工作当中啊，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看 IT support 它其实涉及到非常多的不同的这些技术和技能，然后可能可能有些同学呢，可能对不同的一些技术方向，可能有不同的这么一个什么一个偏好，或者是一个喜好，然后呢，根据自己的一个职业的一个。 啊、呃，技能的一个发展，然后你后续可能衍生出不同的这么一些职业出来。比如说，你可能在 IT 这个 support 的岗位上工作到三到五年以后，然后比如说你你是对网络更感兴趣，或者是你在网络啊、哦、网络这方面可能发展的更多的这一些啊、呃，学习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积累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可能你会比如说下一份工作，你可能去发展成为一个 network engineer。 或者是你对一个系统的一个管理，Windows 的管理或 Linux 的管理啊比较熟悉，然后你可能发展成一个 s y system engineer，或者是你在日常过程当中可能更多涉及到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内容，可能我们会比如说发展出一个 security analysis，然后再往下呢，可能对应的就是什么啊，就是一个高级的网络工程师或者是一个高级的。 啊，系统的或者是云计算的一个管理员，因为现在系统和云基本上都是不是很啊、呃、分的不是很清楚了。因为很多企业呢，啊，比如说像如果你使用一个 Windows Windows 的一个服务的话，那很多时候很多服务都是怎么样，都是一个混合云的一个方式去部署的，一部分是在什么，比如说在 Azure 的一个公有云上面，一部分又是在你的本地的。 本地的这个系统上面啊，那么同样呢，你可能也会会涉及到非常多的公有云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和技能。那么可能你会是一个啊，一个 senior 的 system cloud engineer。然后，如果你在安全方面涉猎够够多的话，那你可能是怎么样？那你可能是一个 senior cyber cyber 的一个 security engineer。然后再往上，可能嗯，到了你有的工作经验，到了十年以上，然后你可能会。 比如说，会聚焦一个 technical 个 leader，然后再到一个什么 s o u t i o n architect 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阶段，然后再往上，可能再往上的话，可能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就可以做到一个 manager，或者甚至是一个 CTO，啊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啊、么一,个一个角色。然后我们知道，可能很多同学，比如说我在澳洲的时候，我在啊、呃、我学习的一个专业是 cybersecurity，然后当时我去。 呃，那当时我毕业以后去加入一家啊、呃、一家公司，然后那家公司的一个呃领导就直接直接就说啊说，呃说什么？他说呃，如果你是一个呃 cybersecurity 的一个一个毕业生，你不要指望什么呀？你一毕一毕业，你就会成为一个什么一个 cybersecurity 的一个 engineer？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任何安全实安全实战方面的这方面的一些经验。 然后怎么样？你就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然后你让来来管理一个公司，比如说它、呃、最重要的一个 security 这么一个一个呃一个岗位，然后去做一些日常的一些什么啊安全的一些行为的一些管理啊等等。所以说啊，大家可能到这里也、啊、也不要只是说，可能有时候我觉得是两方面吧。一方面是不要对自己，比如说你如果你学了。 比如说安全啊，或者是呃，或者是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些课程，然后呢，就觉得哦，我理理所应当，我毕业以后我就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安全的这么一个工程师啊？这并不是呃，并不是理所理所当的当应应当的，因为在澳洲呢，我觉得在 IT 的整个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它更更多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还是个人的一个工作的经验，而并不是你学校你学校当中的这个什么。 啊，学校当中的一个呃，或者是你呃学校的一个呃呃你的学校的一个 brand 吧，啊，无论你是 b 摩达或莫拉什，或者还是还是哪个学校，人家都不 care。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你的之前的一个有工作经历，你在安全或者是在系统或者是网络方面，你曾经有哪些工作经验？然后你用嗯、呃、你有哪些？ 系统的管理经验，然后再来看你能不能去怎么样胜任啊这一个岗位啊，所以说啊、呃、很多时候可能不要对自己太多有这么一个期望在这里，然后更更多了可能怎么样？可能比如说我们脚踏实地的啊，从一个最基本的 follow follow 就是本地的一个呃大部分人的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路径啊，从最基本的职业开始干起，然后呢积累经验以后。 然后呢，啊、呃，为自己的这个简历打工，然后有比较好的简历以后，然后怎么样，再从不同的一个方向进行一个啊发展，啊，这是一个建议啊。然后再往下呢，就是可能大家啊、呃、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是一个薪资，然后以及不同岗位它对应的啊、呃、对应的一些什么一些啊、呃、一些指就是一个岗位的一个呃需求吧啊岗位的需求，那么。 最基本的，比如说 IT support 的这个岗位，它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这几个是三个岗位，就是在澳洲市场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 d e x、uh, k 啊 help desk technician and、uh, d e x support technician and tech n i c a l support specialist。那么对应的，他们可能这个 entry level 的这一个啊、呃、这一个薪资大概就是在六万到八万澳币啊左右。 啊、呃，因为这些都是什么？都是 Entry level 的一些岗位，而且大部分呢，可能并不需要什么。 就是工作经验，因为大家可能去在搞做找工作当中啊，卡的最最最迟的就是说，很多人去问你是什么，你有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你对什么系统有没有什么相对应的一个什么 experience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你上来就说啊、哦，我没有工作经验，然后然后然后就在开始催我在大学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的 GPA 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人家是不 care，因为对企业来说，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懂这些东西，你上来就可以怎么样？你到我的公司，我就你就可以上手，而不是我还要花个什么什么几个月来 train i n g training tra 你，然后这样子对我的企业来说也是我的一个什么，也是一个成本。那么好在就是，比如说这些行业、这些岗位呢，它其实是不太需要太多的这一个什么啊门槛或者是一个一个 experience 的一些啊要求的。那么 h a p d t e c 的一个 technician 呢，他们主要的一个主要的这一个啊、呃、岗位的这一个什么？ 啊，他、呃、的一个需求呢，就是说，可能就是啊、呃，去帮客户啊，去远程的啊，去解决一些 IT 的一些问题啊，可能就是一些很，呃，对于 IT 行业可能很小白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啊、呃，比如说啊、呃，一个客户啊、呃，他是怎么样？就刚刚说的啊，比如说你加入了一家 MSP，然后呢，其中一家客户，然后呢，他他可能说怎么样？哎呀，我今天这个我的密码忘记了。 对不对？我密码忘记了，我的 Windows 密码忘记了，我要怎么去呃去重置我的密码？然后他他开了一个 ticket 啊、呃、过来，然后呢，你可能怎么样帮助他去重置一下密码？我是另一家公司啊、呃、说，哎，我的电脑怎么样，连不上我的打印机了啊，我怎么办？然后你可能怎么样远程去帮别人解决一下啊？那么就是一些很基本的一些 IT 的日常的 IT 的一些、呃、啊啊一些一些小问题。 然后呢，再往下呢，可能就是一个 desktop，呃、uh,，desktop support technician 了。那么可能就会更复杂到一些去，去、呃、啊，去怎么样，去解决到一些特定的一些 hardware 或 software 的一些 issue 啊。比如说，它可能一些这个，啊、呃，这一个公司它可能会有一些啊专用的一些软件啊，比如说啊，SAP 啊，啊等等啊，一些专业软件或者是一些特定的，比如说思科呀，或者是 Juniper 的一些啊防火墙、路由器。 或者等等，他的一些啊、呃、服务器啊、呃、等等，他可能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去啊、呃、去做一个啊、呃、做一个啊、呃、排错或者是什么维修等等这些工作，然后你可能需要你去到现场去帮忙去协助。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可能你你也不可能有完全的经验，一个人去怎么样把它完全去搞定？那这个时候可能。 你是作为一个 l a y e r one 的一个 o n s i d e 的一个 technician 啊，去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呢，远程呢可能会有一个 l a y e r two 或者 l a y e r three 的一个 engineer 协助你去进行一个排错。那么这个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可能学习到一些什么？学习到一些 experience，好，怎么去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了？然后再往下呢，可能 technician support specialized，然后呢，可能就是你有更多的一些经验以后，然后你可以怎么样了？你可以去做 troubleshooting 啊，你就是。 你不光是怎么样，你自己一个人到现场，然后你自己还有能力去，比如说你积足积累了更多经验以后，你可以去帮助去怎么样排错了，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些 entry level 的一些啊一些岗位，啊，再往下呢可能就是我们提到了，根据你自己，可比如说前面你学习到一些经验技能，包括你自己的一些什么自我的学习也非常重要。 啊，然后你可能，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成为一个 network engineer，或者 system cloud engineer，或者一个 security 的一个什么，啊，一个啊 engineer，cybersecurity 的 engineer，那么它对应的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啊。 啊、uh,，middle level 的一个岗位和一个 middle senior 的一个啊、uh, 一个岗位，那么它对应的一些呃、uh, 工资待遇，那么这个可能比如说一般人可能需要一个三到五年的一个啊、uh, 成长的一个一个过程，然后他们对应的岗位，比如说 network i n n e a r 然后只是一个 middle 啊、uh, middle level 的可能就是一个九万澳币，然后你到了什么 middle senior level 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到呃十三万澳币啊，然后呢，c System Cloud 可能就是九万五或者是到十四啊啊十四万，然后呢 Security，然后呢可能是九万五或者是十三万啊，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工资的这么一个水平。那对于一个 Network Engineer 的话啊，那么他可能就跟他整个，那么到这个这个级别，可能你要负责的这一个整个的技术就不再是那么综合了啊，而是一个更加细分的。比如说 Network Engineer，那可能就是更多啊、呃、关注于这个什么。 跟做于网络相关的啊这一系列工作，比如说这个路由器啊、防火墙呀、啊、啊交换机啊等等。那啊、uh,，system 啊、uh,，cloud engineer，那么可能就是更综合一些。它不光可能就是说，它你要包括本地的一个啊一个 on premise 的一个服务啊服务器啊，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 cloud 啊一些云啊混合云或者是公有云啊方面的一些一些配置。那么它对一个综合能力是怎么样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 啊、呃，然后 security 呢？那么更多可能就是说啊、呃，你更多是怎么样？分成几个部分吧？啊，不光是，呃，几个部分。一方面可能是它你要去做一些日常的一个网啊、呃、一个安全的一个 monitoring，可能要对一些 SM 啊 i m 系统啊，可能要去熟悉啊。然后同时呢，你还要去。 啊，去怎么样去防止一些日常的一些安全的一些啊事故，然后进行一些啊事故的一个分析，然后一些紧急的一些安全事故的一些响应啊等等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到一个 middle 啊 middle level、uh, 啊 senior 的一个岗位，大概的一个什么，他那个工作的一个啊需求以及他对应的可能在澳洲目前的一个薪资水平。然后再往上呢，可能就到了一个什么啊这个高级的一个岗位，那么可能。 第一个呢，就是到了一个啊 technical 的一个 leader 啊，那你可能作为可以做到一个整个 team 的一个 leader，然后呢，你可以去啊，比如说这个一般是可能到了十，你可能有十年以上的一些工作经验以后，然后你可能可以带领整个团队，然后比如说别人可能一些 level one 或 level two 的一个 tech 呃一个 engineer 他解决不了问题，可能就到你这里来，你去怎么样？ 帮别人去呃解决啊，同时呢，你可能还会要怎么样？可能你还要去和不同的 stock stockholders 啊，去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啊，可能一些比如说战略方面的一些、呃、啊啊一些啊一些调整啊，或者相对应的一些对话啊等等啊，这实很涉及到一些管理方面的一些啊一些工作了。 然后呢，就是说这不光是要技术啊，是要很过硬。第二个呢，这样你的管理你还有一定的一个和一个上层的管理层的一个啊沟通交交流的一个能力。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更偏向技术一些啊，那么就是一个 solution architect 的，就是一个架构师。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你要去去给啊、呃，可能涉及到两两种情况。一种呢，你是怎么样，是给、呃、作啊作为甲方啊，作为甲方啊，比如说我的 A G R 啊，然后嘛啊现在。 啊，uh, 在 a g r 然后我作为一个咨询 architect 的，比如说我们要创创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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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然后要我要交付这个解决方案，那么首先我要从上至下的去怎么样去去设计整个方案，保证整个方案的一个合理性，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在你在这一个整个的一个啊 high level 的这一个架构上面，如果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的话，那么。 那么在后面日后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非常无法估量的，啊一个一个损失啊无法估量的一个损失，无论是可能系统的一个稳定性、日常的日常的一个 business continuity c o n t i n i t y 啊，还是这个什么可能比如说一个安全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啊所以说这个架构师的一个工作是非常啊重要啊，它就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这么一个工作岗位。 嗯，然后呢，你也同样要怎么样啊？你要去，还要满足到这个整个的一个啊项目的一个啊一个需求，因为可能是怎么样？比如说很多的一个 stockholder，他可能对这个项目他，他因为每一个项目他可能要解决特定的一个问题，那么你要去理解啊，理解就是别人他可能需要。 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整个的一个架构啊，无论从技术，然后硬件的选型等等方面去满足啊这么一个呃一个需呃需求。那同时呢，你的这一个整个的你的系统啊，还是怎么样？Integrate with the 什么 existing system，就是说，因为企业的整个的信息系统，它并不是什么，并不是就是说你建一块就好了。那么这样子，我们叫做可能在国内的 term 叫做信息孤岛。你必须要怎么样？ 你你你去整个的系统，你还要和现有已有的系统能够怎么样？非常无缝的进行一个啊整合，然后啊、呃、可能就是一一方面可能是作为甲方的啊这个事度性 architect，还有就是给乙方的一个事度性 architect 的，那么去给别人去怎么样？去给别人去给出一个整体的一个啊设计方案，可能从 high level 的到一个什么 detail 的一个 design。 啊，等等，那么他这个啊，薪资就会比较高了啊，因为你是要无论是从啊，从一个宏观的一个角度，以及一个微观的角度，你都要啊，都要对这个整个的信息系统有一个非常啊，非常哇、啊、全面的一个了解。那么他一个可能那个工资待遇可以达到的一个什么十十八万这么一个啊，澳币的一个水平。然后呢，这个呢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一个啊，职业生涯的一个一个路径。 然后呢，我们前面可能我们更多的我们现在到我们可能我们今天来参加的一个呃同学可能更多是还是处于一个 entry 的一个啊、呃、一个 level 啊，可能希望大家可能对自己比如说呃整个的后面的一个职业生涯在澳洲的一个职业生涯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啊、呃、一个一个了解。那么再往下呢，可能就是说嗯。呃 我们刚刚说到，我们这些 entry level 的，比如说这些岗位啊，虽然说怎么样了，它可能是对你的一个 experience 没有太多的一个要求，啊，但是呢，啊，但是呢，就是说很多啊，很多你还是需要具备相对应的一些什么一些技能啊，虽然没对 experience 没有很多的一个啊一个要求，但是。 但是，比如说在面试过程当中，或者是你在这个试用周期当中，你还是需要怎么样去展示出你应当有的一些啊一些技能？比如这一些呢，就是一些啊，比如说他需要的一些啊技能，比如说基本的这一个啊 technical skills，包括什么 problem solving，你怎么去解决、啊？ 啊啊，问题 networking 你需要去了解网络的一些配置啊、Cy、，b e c u r i t g 你有基本的网络的安全的一些啊知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系统呃、啊、系统的一些操作的知识，啊，另外呢，可能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 soft skills，包括你的一个沟通。 然后，custom service 啊，time manager 啊，dutability 啊，等等这些这些啊，这些啊，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去面试这些岗位，他们很多都会去重点去考察你这一些软的一些啊技能。那么，community 的话，可能就是对于我们中国学生啊来说的话，可能很多时候啊是一个劣势，就是说可能我们可能。 比如说，呃，并不是 native's 呃 language speaker，所以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劣势。但好在就是说，这个技术的岗位，它其实对你那个毕毕竟毕竟不是一个什么 customer facing 的一个啊、呃、一个角色，所以说对你的可能整体的一个沟通要求并不是非常啊、呃、高。但是呢，可能就是说，啊、呃，它还是会有一个啊啊啊 customer 一个 service，毕毕竟它可能你还是要去亏的一个什么亏的一个那、呃、去去解决很多的一些 tickets。 啊，那么他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呃、啊，大概的工作流程可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啊，比如说客户他面临了一个问题，然后呢，他会什么样？会通过整个企企业的可能会有个 ticket system 或者是邮件，他去把这个把这个问题啊发送到这一个 MSP 的这一个整个的一个啊服务的邮箱或者是那个 ticket system，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啊，就会有人去随机的把这个什么把这个 ticket 分配给你，或者让你去。 啊，去解决，比如说，如果是系统问题，你擅长系统，然后就你会去解决系统问题；如果你擅长网络，你可能解决网络问题，或者是一般 general general 的一个问题，可能你可以给大来解决。然后你收到这个东西以后，然后你可能要去怎么样，去帮别人去啊，去解决。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一个 custom、er、service 的一个啊一个过程。然后你要让别人怎么样啊，让别人获得一个非常 positive 的 experience。 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一个 time management 的一个时间管理啊。那么因为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些 MSP 呢，那么它的一个啊，它、呃、它能去获得一个利润，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帮助很多个客户去怎么样管理他的 IT 的一些资产啊。所以说，它能获得利润的关键就是说，你的 engineer，他的 engineer 怎么样，他能够是在。 在有限的时间当中，能够去怎么样处理更多的这些什么啊这些 case？因为客户呢，他也是按照这个什么，按照一般都是按照时间小时来进行啊、呃、收费的嘛。所以说，time management 就是指的是你能够去。 因为你可能一天当中你会去怎么样收到很多的一个 tickets 在这里面，然后呢，你你能知道，比如说你知道哪些 tickets 是比较难的，哪些 tickets 或者是相对容易的，或者是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客户，哪些是怎么样，可能是呃比较 general 的一个问题，客客户可能也没有那么那么啊那么急的去去怎么样想去让你去完成它，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去合理的去安排你的时间去怎么样去处理啊这些问题，把它去怎么样。 啊，prioritize 这些 tasks，然后然后去合理的安排你的 workload，那这样子其实际上就可以给你的这个什么，给你的雇主带来最大的一个效益，然后然后怎么样呢？然后然后让你的一个客户进行满意，最后呢就是一个 adaptivity，然后就是说，啊，因为 IT 行业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不断去要不断去怎么样学习更新的这么一个。 啊，一个行业，因为每天都会有新的技术啊、新的这些知识啊出来，然后你能怎么样？你能你能够去不断的去怎么样去学习啊？学习新的技术，然后提供更好的怎么样啊技术的一个能力。那么这是一个啊一个适应力。然后这就就是一个技术和软的一个技能。然后呢，再往下呢，就是说啊，可能就是一些啊 certification 啊 certification，就是我们的一个啊一些。 证书，那证书呢？它是其实在这一个整个的一个，呃，我觉得在职业生涯中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尤其是对于我们比如说啊、呃、IT support 的整个一个职业一个一个路径来呃路径来说啊、呃，而且对于我们的毕业生来说的话，呃，第一个如果啊、呃，因为毕业生你在几个方向你是没法去努做努力的，第一个是啊你的 experience。 对吧？你很多东西是是没有 experience 的，你这个是没办法去做努力的。然后对于这个什么，对于澳洲本地很多企业来说的话，他是不 care 你什么，不 care 你你的你你是从哪毕业的，你是从莫大还是莫拉斯还是我 Swan 或者是 La Trobe 那是什么什么学校啊？人家是不 care 的，人家关注的是你的什么？关注的是你的一个 s c a r e 啊，你的 technical technical t e c h n i c l l 和 soft skill。那这一方面呢，其实在。 整个的面试，他是想通过面试，来比如说去了解你这方面一些东西，但是呢，面试的并并不可能很全面的去怎么样了解到你的这些技能，那么。 另外一个东西可以直接列到纸面上，让大家看到差距的是什么？就是这些 certification 的啊，就 certification certification，因为它作为一个什么？比如说啊，一些厂商推出的一些认证啊，它可以直接诶，非常直接、直观的去了解到你和别人的，比如说你的一个竞争者的一个什么，你的技能方面的差距，或者是他也可以了解到你在学习能力或者是学习意意愿方面的一些啊差距啊等等。 啊，呃、那么这个方面其实是我们是可以去去努力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涉及到了一些啊证书，比如说我们 p o b l e m s o l t i n g 啊嘛，对应的一个证书可能就是有我们的啊 c o m p t d a Plus and Microsoft 的一个什么啊 Fundamentals Networking，那么就是和我们很著名的这个马斯克的 CCNA。CC 啊，然后 Compact 的呃 Network Plus，and 啊，还有我们 Cyber se Security 可能就是我们的 Security Plus，啊，还有就是比较高级的一个啊 c s s p 啊，我现在也也也在学习 c s s p 啊，然后可能系统管理员可能就是我们的微软的这一个啊证书，因为呃国呃因为澳洲这边可能大部分的系统还是使用微软的，啊，红帽有自己对应的一个 I C S H C C C a 然后这个 communication，然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很多这些作为 MSP，那么它很多时候它什么呀？ 啊，它都是会去采用一个框架，叫做 ITIL 的一个框架，它是整个的一个什么一个 IT 系统管理的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一个框架。啊，虽然虽然说，呃，可能没有必要拿到这个证书，但是，比如说，如果你想进入这个行业，我建议呢，就是说，还是去了解一下、学习一下这一个这么一个框架，它是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流程，因为你后面的工作很多很多公司它都会严格的 follow 整个的一个框架去运作。 然后最后呢，就是 time management，啊，那就涉及到可能就是 PMP 啊，项目管理了，adaptive 啦，可能就是其他的一些啊证书。你可以，可如果你有兴趣，你可能去啊、呃，你可以学考取 AWS 和 Azure 等等的一些证书。那这里面呢，可能比较重要的，我可能啊、呃，比如说针对我们可能我们刚入门的这些啊同、呃、学啊，那么这里一个证书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思科的 CCNA，啊、呃，然后尤其是个 CCNA，你去如果你看 IT support 这一个工作。 啊，岗位的一个需求啊，job description 上面，基本上十个当中，我敢说可能可能有七七到八个，它都是要求有什么？你如果你有时刻的这个 CCNA 啊，可能并不是说是必须，但是都是什么说什么 preferable 啊，preferable。Prefer able, 然后然后可能就是呃。 Cybersecurity 可能是 Compact Security 加，然后 Windows 呢，它现在就是有一个 Windows Server Harbor Harbor Administrator 啊，这这几三个证书可能是啊、呃，我们如果我们毕业想进入这个行业，我们可以自己去努力去考取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去来介绍一下这一个思科的整个的一个啊一个认证认证体系。那么思科的认证体系呢，它从总共呢是分成什么？分成三级。 最基本的就是就是什么 CCNA 啊，CCNA，然后、哦、这里不好意思，我打错了啊，打不好意思打错了。然后第二级呢，它叫做什么啊 CCNP 啊，P is Professional 啊。然后呢，最顶级的就是一个什么 CCIE 啊，叫做呃 Expert 啊 Expert。那思科呢，也作为这个我们网络行业的一个什么啊、呃、龙头老大啊龙头老大啊，那么他推出这个证书啊到。 那、嗯、可能有哎，我可能有很多年了，哎，很多年了。那么它，它整个的一个行业的认可度和一个含金量来说，应该说是啊、呃、非常高的啊是非常高的，也是广受到啊、呃、行业认可的啊。不论你是在什么，在澳洲、美国、世界各地，无论还是中国啊，那么你有师科的证书，基本上是怎么样？是啊、呃，基本上是啊、呃、是。 都是被普遍啊普遍认可的啊普遍认可的，呃，然后再往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的 Windows 的呃微软的一个认证，叫做 Windows Server Huber Administrator、uh, Associate。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微微软的作为一个 Windows Server 的一个管理人员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啊、呃、一个认证。然后它再往上呢，就因为微软整个的体系也非常复杂嘛，它又又有很多的一个。 啊，证书。那么，对于这一个认证来说，那么它涉及到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啊，就是可能就是要服务器的管理，然后 AD，然后啊存储，然后计算，然后混合云啊，那么这么几大块啊，这么啊这个啊五大块的一个技术内容，那么它基本上也是覆盖了我们 IT support 当中日常的整个的一个什么啊一个工作内容。 然后再往啊、呃，再往下呢，就是说我们嗯、呃，我这里呢，在匠人呢，我们近期呢也会去啊啊、呃呃、开设这么一个一个课程，就专门针对于 IT support 的这么一个啊、呃、这个岗呃岗位的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当中啊、呃，课程呢主要就是针对我们 IT support 的这个岗位进行一个、呃、整体的一个设计的。 啊、呃，因为他们更更多面向于什么？面向于就是我们的一个，因为整体的一个课程设计并更面向于实战，所以说大部分的很多一个内容呢，你可能是怎么样，在学校当中是啊、呃、是无法去学习到的。那么这里面呢，可能是它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啊、呃、几个优势，就是说几个几个特点吧啊几个特点，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整个的一个职业技能的一个分布。 啊，就是整个的一个教授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分布，实际上是涵盖了 IT support 整个的一个岗位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收集了很多我们呃很多市面上 IT support 它的一个 job description 吧，然后它的一些岗位的一个技能需求，然后一对一的啊把它拆分下来，然后呢去设计的这个课程。就说如果比如相当于就是说你如果你去啊、呃、学完了整个课程。 然后呢，你去参加面试，然后别人问你啊，你会不会这个，会不会会不会那个，对吧？你都可以滔滔不绝的给告诉别人啊，没问题，totally 怎么样，qualify 啊，没有问题啊。然后你看，可能这边也涉及到网络呀、虚拟化呀、服务器的管理啊等等啊啊，最终。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可能和大学的课程不同的是，我们并不是说啊，我们去呃单纯去学习理论啊，就教你啊 TCP/IP 这个东西啊是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包是怎么传输的，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们整个课程是怎么样？是使用一个真实模拟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案例啊，真实行业一个案例，就是说从你去接手到一个项目当中，你应该是从何入手。 这个项目这么一个角度来说啊，从头到尾啊去完成一个项目这种方式啊，真实项目的方式去开设整个的一个课程，就是说它是更偏向于啊实战的啊，更偏向于实战的，而不是仅仅是什么啊纸上谈兵。那么很多同学可能在我们大学的课程当中会有点问题，就是说他学的很理论化啊，尤其像比如说达莫达莫纳什这些大学都学的很理论化，然后学完以后，但是呢，你到了真实的工作场景啊。 啊，你可能连什么啊，连设备怎么去接个康数线啊，怎么去调试设备你都不知道，啊，那么我们可能这个课程就是偏向实战的，偏向什么？偏向就业的。